柴犬的身长，其实柴犬的身长都会非常的短啊。当然在柴犬当中呢，雌性犬只和雄性犬只它们一个区别也挺大的，雌性犬只可能它们的身长也就在36到38厘米之间吧，那么雄性犬只是会相对大一点，它们达到41厘米这个样子。但是为啥来说，哎，好像大也大不了多少嘛，才41厘米，这是因为它们本身的一个就是身形结构而已。它们的尾巴是上翘的，贴于背部的，这本身就给它们的总身长呢减了不少的分数。而且它们的体型确实也是比较小只的一点，肩高呢也就在40厘米之内。所以整个一个小柴犬啊，它就属于那种体型小小的小型犬只，所以身长也并不是非常长。这一点呢，反而对于家庭饲养上面有一个巨大的便利，因为家庭的空间对它来说是绰绰有余的。